B 吴静玉，其实你现在的身份是罗太太，你的后代就是已经倒做的永兴集团太祖爷罗家峰。这个罗家落座了后，这个落难太子因为着要起家，现在伫咧黑旗集团偷生活做物流主任。安尼我讲了有够清楚啊，哈。哥，以前讲啥我拢听无啊？罗家峰，敢毋是着你的朋友尔？谁在说我跟他有结婚过啊？罗家峰，敢真正是我的红师？刘王子，你别搁在遐后边讲啊！你边出来讲，说到底有啥目的？我讲的是不是事实，拢会用得查啊？信贤哥，你若是不相信我讲的话，你即马就会当叫人去调查。但是你出手，无的确会当发现吴金玉搁较侪黑历史哦。我可可，也是卖搁浪费时间伫伊的身躯顶啊！你知影的真相愈侪，对伊就会愈切心哦。叫卖我讲，你有听到无？我不准你继续气个静玉，你敢出去？叫我拿出去，出去！你这样是更嚣张生气哦！明明就是人妻啊，搁伫遐假单身，假做家己是一朵清纯小白花，四界西把妹又怪查甫人，你就是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啦！卖讲搁性情搁做伙啊，你连替伊洗脚刮皮的资格拢无！不准你讲这个！事实搁惊人讲啊！梁王子，吴金玉，你是不是想要知影搁较侪你过去的代志啊？你嫁予罗家峰了后，真无简单才有生，结果你煞出车祸啊，落体昏迷啊！一时清醒，你就失去你前的记忆，全家罗家峰的长江秘你拢放袂记啊！这条标识你潜意识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，你绝对是知影罗家破产啊！你无抄他的堂主啊，才会把罗家风放袂记。你着予伊讲讲啊，等你家想起来。不是，我不是你讲的款啦，我不是。静月，静月，不来气，不来气。你若不是迄种人，现在你对过去甲你相亲的人一点仔感觉拢无。难道是看到圣贤哥目睭就天金呢？哈、哦，我知影，你就是迄种内建有钱人导航的查某，一看到有当去上流社会的机会，就袂记你家己是残花败柳，你根本就配圣贤哥袂起啦！哥，我敢真正是讲迄款人？是啊。你真正是迄种人啊！你不是，你敢要继续讲出上面的话？你莫怪对伊无客气，说到我真正不知做啥代志。就算我今仔日无法度打出这个门，我嘛要把所有的真相拢压出来，让圣贤哥知影。你就是帮助吴静玉欺骗圣贤哥的共犯。你明明就知影伊还未离婚呢，你搁替伊温话。但是先讲，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、钱，还佮有感情，你甚至为着伊，他妈佮有妈妈毙命呢？你是存啥物心啊？哦，你是想要靠吴静玉佮穆家有牵连？哎呦，袂小妹换家己公平的前途，你安尼做，你比吴静玉佮较袂见笑呢？你看这个，哎，是真个，你看啦，你看好清楚，我是冒着性命危险。跳破这险外的假面具哦！你这边还较清醒，唔通做别人的小王啦，知影无？
你敢真正唔知啊？家己已经结婚啊？你今麦是咧质疑我？听讲我妈我的身份，我要甲你讲过，我失去二十年的记忆，是你家己坚持要接近我。你甲我讲，不管我过去是啥物款人，你拢无要紧。而且你会去介意我今麦全新的我，但不过今麦咧。你听讲遐故事，你认为你听到事实的真相了，你就开始斗鸠我，开始怀疑我。吴信贤，当初我根本无应该信任你，嘛无应该相信你。会伫时我变哪想拢会用的，也毋过请你以后莫再来找我。这把单都打爆了，我早就讲过，你连上来监狱，这下还不能出出去？你两个，这下马上给我出去，以后别出去，给我见面头子，出去，拉出去！我当然会走啊，那无继续留在这，让恁诈骗嫌疑人继续骗了。是讲恁上好是好自为之，莫阁甲性情阁勾勾滴啦。若无，我定替恁做一个专题报道，让恁遐妹仔伫这个社会上无法度徛起，永远都无法度翻身。我是咧甲你斗三工，让你了解吴志远的过去呢，让你会当做出正确的决定。而且吴妈妈嘛，阮总要去调查伊黑历史啊。吴靖宇这三个字，就是恁妈妈甲我讲的。妈，无我才袂这么低薄，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代志。是阮妈爱你安尼做诶。是啊。嘛无算是啦，伊只是无反对我安尼做。一开始吴妈妈对我真有意见，后来伊煞讲伊愿意支持我嫁伊哩。所以我就跟伊讲，我要去调查小阿姨的背景。伊就跟我讲，伊叫做吴靖宇。信成哥，你唔通怪吴妈妈呢？阮两个是替你烦恼，惊你被人欺骗受到伤害。你讲阮妈愿意支持你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无骗你啊，你是我廖蒙子认定的人。我以后阁要挖苦你，我哪有可能做出对你不利的代志？你拢唔知啊？我为着要让吴妈妈欢喜，我偌尔啊用心，伊一句话我就随表现给你看，想知影，好心做了歹代志，连都让你生气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世人跟你是无可能的，你莫笑想我。信贤哥，我警告你啊，莫阁出现在我面头前，我无想要看到你这淫贱歹查某。信贤哥。你不是把钱拖来廖蒙之，敢讲你为着要伤害靖宇，甘愿跟廖蒙之一块来合作？是啥物合作啦？我只是想要加了解吴靖宇的背景。啊，廖蒙之就讲伊我都调查清楚啊，我唔才拜托伊斗三工人尔。斗三工，这根本就是人身攻击。嗯，啊，蛮好搞，知廖蒙之有调查清楚啊。那个吴靖宇哦，唔拿头家做问题啦，伊还佫已经结婚啦，听讲进前还佫出车祸，老体过，伊就是已经倒在迄永兴集团老家大少奶奶呢，应该在厝内底破产咯，都甲老家放的，做伊走出国安尼啊侪年，即款查囡仔，就是看官无看家啦，你绝对袂应该继续来往啦，因为伊无可能甲你做伙食苦。伊若真正这样看官无看家，因为因翁因厝内底破产就安走去，伊先说无爱归去离婚就好啊。迄是因为发生车祸出意外，
虽然哥哥才会送你出国做治疗，结果呢？你煞叫廖蒙子挑工去给我挖乌。不是我叫他去挖乌的啊，这一切都是廖蒙子所出啊，我哪知伊做这款代志啊？伊拢清水头讲啊，是你阿姨去做的。伊讲你就相信了，伊是咧假传圣旨，好无？我顶多认为哦，这是针对假想敌的手段，一切都是伊家己做的行为啦。那是啥代志拢跟你无关系？你是安怎要还过支票，叫伊离开？原来是陈伟要跟你讲的，实在有够阴险。表面上在那假穿高，讲话还那么红声，谁知道一外头就在我的背后讲我的歹话，用这对谣言不简单。你若是没做出这款伤害人自尊的事情，伊敢有说过你的歹话啊？妈妈只是烦恼你被骗去那尔啦，这对谣言一个当机一个套头啦，把你骗到人拢死。妈妈只是想要你看清楚因的真面目而已。你哦，赶紧给他找好你啊，当面交房，你敢不怕他变作另外一个王友芳？你意思是说，我若是坚持要跟靖宇做伙，你就要改变成另外一个网友，放心。妈妈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而已，你不能忘记啊。你哥哥啊，没办法忘记那段的缘，结果呢，到现在还在受影响。这二十几年来，他还有过平静的日子。再说，你跟那个吴靖宇熟识多久，感情是可以放多深？唔通袂记啊！你的婚姻唔是为着你家己呢？否则你家的吴靖宇绝对袂用再相交缠啊！就算我妈妈同意恁两个来哦，啊，不过恁爸爸绝对无可能接受迄种头脑出问题，又搁有过去的迄种查囡仔入咱母家，你敢唔惊？恁爸爸做出更加激烈的行为是？妈妈即马只是点出吴靖宇的身份背景，让你知影而已。那我做是恁爸爸，伊绝对袂通知你，都直接家己处理啊。所以妈妈，啊，你赶紧放好你，是个，那发生什么危险的代志，你也会得维护啊。我就将我的心意给爱白了，那年我活落来，我尽出来的性命，可有什么意义？是相公，你无法度爱你家己介意的人。妈妈的意思是讲，代志有分轻重嘛。你即马上吊的，唔是去谈恋爱，是先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查囡仔结婚。等待你继承武山集团了后，你是想要离婚，或者是一切你所爱的人拢会用的啊？哪有你讲的这么简单？我已经伤害靖宇啊！你伤害伊，所以你是去嫌已经结过婚？不是，我讲遐话不是真心的，我是。我是因为一时的情绪，我嘛真后悔啊！不应该，我就应该说清楚，我该回信嘞。是谁？妈妈跟你讲几遍，你一句都无听入去，是谁？你卖装疯！